哎，怎么啦？你上次答应带我去游乐场，还去吗？哎呀，我都忘记了。那走啊！我不想去，你叫他带你去。嗯？谁？叮叮叮！没有人啊！出来吧。哇，小姐，有何吩咐？看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你带巧克力去游乐场吧。好的，小姐。巧克力，跟我走吧。妈妈，她带我去，你放心吗？哎，走吧。来，走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想去了。别怕，快就到了。啊，神仙姐姐，要带巧克力去哪里？哦，看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嗯，来，哎，你慢慢玩吧。你觉得这是游乐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能玩不就行了？哎，你们两个是傻瓜吗？这不是游乐场。哎呦，这不就是我们小区吗？我每天都能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呗，真是气死了。好嘞，那我回去了。他竟然不把我带回去，回去叫妈妈开除他。哎，巧克力，那个是神仙吗？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哎。厉害个鬼，把我丢在这里，一点都不负责任。嘿嘿，那你自己玩吧，我先走了。真的是服了，这算什么神仙姐姐？